听说这次是由你来选拔乐师进入幻乐坊，被选中就有可能成为东胜第一乐师，获封大乐正。你说的那个什么乐坊很厉害吗？听好了，绿光乐坊，我们可是云瑶最好的乐坊。我对音乐的初心就是希望给大家带来快乐。我光芒实在太过耀眼，他一定是怕留在我身边的话会被我的光芒所灼伤。你这个乐坊刚成立的时候，我可是第一个报名。若山一直以来的目标就是成为大乐正。你放心吧，珊珊，我已经找好老师了，从头学起。金金，你有没有想我啊？我叫黄英，也是要加入你们的新成员。